起开！好狗不挡道，知道不？张嘉南，咱俩已经分手了，滚！怎么回事啊？他不是你男朋友吗？江南，不，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咱俩已经分手了，还有我现在有女朋友了，你看不见吗？你瞎呀？就因为这个小狐狸精是吗？ 小狐狸精，我让你跟我男朋友。别在这跟我画风。我发疯，咱俩才分开多长时间啊？你无缝衔接挺快呀。咱俩已经分手了，你听不懂吗？分手了也可以和好啊。你跟我谈房谈车的那一刻开始，咱俩就和好不了了。跟了你这么多年，那房产证上写我们名就这么费劲吗？你凭什么？就凭我跟了你三年，我这三年青春都换不来一个名字吗？那你的三年青春？ 那我的三年青春呢？我跟了你三年，我要一套房子，你过分吗？哎，我大几百万就这样给你了，你脑子没病吗？你脑子才有病！好好啊，房子的事咱先不说，我妈让你来家里做客，你为什么不来？我都说了我不想见。再说了，是你家娶媳妇，又不是我家娶媳妇，凭什么让我去见你爸你妈呀？他们应该来见我，你懂不懂？我妈来没来？我妈来了，你不见，你知道吗？为了见你。 我从来没有见我妈那么精心地打扮过自己，还给你挑选了好几样的礼物。可你呢？你说不见就不见。哎，你有没有一点点你叫呀？你家里人来见我，你爸为什么不来啊？什么意思也不重视我呗。再说了，是我让他打扮的吗？是我让他买东西的吗？是你妈自己上赶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你高低不了啊，赶紧滚！哎呀，小狐狸精给我回来！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我和他是在最近很火的爱聊 APP。上面可以匹配同城帅哥美女，不用加好友就能聊天，高效脱单。想找对象，你都可以点左下角下载，要不然爱聊，我也不会遇到他这么好的人。张嘉南，我告诉你，分手可以，不复合也可以，但是我这三年不能白浪费了。你好，想要钱啊？那你趴地